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几个白色大字显得异常的醒目。今天现场所有的布设都是这样的庄重，在我的前方就是今天参加公祭仪式的各界嘉宾，在他们当中有夏淑琴等1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在参加公祭仪式的嘉宾当中，还有20位国际友好人士，他们都是当年在1937年的大灾难中为了保护南京人民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国际友人的后裔。 在今天参加公祭仪式的人群当中，还有国家公祭仪式开始。 1931年9月18日，大祸从天降，1213，孤城。